所以我们想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就是 Malaysia's Top Staff Award。Top Five， 有的就是肖敏，我们第一位的 Top Five Top Sales 肖敏，辛苦了这两年的付出。Top Four， 我们第四位曾琳。恭喜恭喜！那其实他我本身就认识，因为在 Instagram 看了他非常非常多的广告。好，恭喜你！下一位我们有的就是我们的 Top Three， 恭喜 Perrin Teo， 恭喜你！这两年代表 SBO 还有 Wallace， 谢谢你们的付出。接下来我们的 Top Two， 我们看一下，有的是恭喜 Prince Teo， 在这个 Quarter 恭喜你，也谢谢你的付出以及努力。公布一下我们 Top One 的 Top Staff， 有的就是 Chris， 恭喜你！那他这个 Quarter 的 Top Sales 呢，就是有到566,000。恭喜我们台上的五位女生，大家一起可以合个影，拍个照，热烈的鼓掌！恭喜，也辛苦了，在这个 Quarter 你们努力的付出。谢谢我们各位得奖者，还有谢谢 Stella。